好吃。好的，我们来开始游戏。昨天好像是跑到那个什么，哦，把他的手弄断哦。我先吃个饼干。回到游戏，干完这个游戏要很专注。妈，这时候有人在卖蚂蚱。8点，你跟我在卖蚂蚱。Q 棒。哦，蹲着也可以跑。他这个与黄色这一件是好摸哎，干这啥小？来，不对，我靠，这怎么会这样拖啊？是要抓大包的还是小包的？好，出发！哎，刚才不是，看这是不对啊！所以我们要抓一个来啊！搭缆车喽！缆车底，我看没有上面那傻小。刚刚有个胖子哎，我被丢下来了，我没有自己，我没有放手，他自己丢下来了。Oh my god， 我肚子又饿了。
肚子饿。What's this? What the hell?到底是哪里有吃的？我靠！他不会要我吃东西啊吧 ？Holy shit！ 你们有饿到要这样吃老鼠肉吗 ？哇塞！小弟弟啊！肠胃炎欸，哇，有必要这么大的牺牲是吗？不得了，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敢。看得出来要从这里推这个，吃完老鼠肉有力气就可以推铁板了，蛮摇摆的。这一袋一袋的应该都是尸体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。因为地上还有血渍。靠腰欸，这个门会把我关起来。我是要推这个是不是？好，推。他这个会跑呢？你确定他可以这样？有！啊啊啊！哎呦！干！我操！操你妹！这是一间储藏室啊，上面有蒜头啊。哦，我就待在这边吃饱再走就好了。我在那边跟你们。隔壁到底是什么声音啊？我靠！洋葱哥，这好像《千寻》里面的老太太的那个孙子哦，那个小婴儿哦。哇，他的鱼超大只的哎！我们把那一个废了，剩就是他了，对不对？刚刚干嘛吃老鼠肉啊？就吃这个就好啦。哦！啊！我靠！别啊！不是啊！哇，这款游戏这么血腥啊！意见不爽就拿刀砍人，是这样？
这牛排我也蛮想吃的，超多牛排，还有香肠、鱼肉，哇，它这也都是肉。我要去哪里啊？前面。哦，哦 shit！ 干！干！我操你妹的！哦呦！大哥啊，你怎么会肥成这样？我也看搞不懂。慢慢来，第二轮再过去。我们好像看到那种喜憨儿在做菜。他这个是看得到的哦。他是看得到人的。妈，你那边有香肠，你来这边拿，这么小。好像汤婆婆，干！哎呀，完蛋了！我要钥匙孔。钥匙在哪？靠背。钥匙在哪？看他看到我，他怎么看得到我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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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胖子，死胖子，你看不到，你看不到，你看不到。干你娘！
不是啊，锁匙在哪啊？靠北啊！为什么那个都会扣起来？超故意呢哦！钥匙在哪？钥匙在哪里啊？干，我没有看到钥匙啊！靠呗，收拾滴的啊！是哎，收拾得到啊！我哪看无啊？干林德嘞！他是要做砂锅鱼头是不是？看不到钥匙，这死胖子钥匙在哪？该不会在他裤裆里吧？干！完全没有看到一个像钥匙的东西。大概知道要怎么动。钥匙应该在一个地方。哎呦！我把谁泼过来？为什么？
哇，啥小啦？不他妈不相信鱼肉。为什么鱼肉会他妈堆在这上面啊？他爬得上来拿吗？哎呀，阿克里啊，大哥啊，哎拜拜，小黄啊，啊，钥匙在这。他楼下那个人卡成那么大，然后这个马桶挤成这样，他坐上去了。你这好小啊！这应该是要开吧？电梯，我要睡着。干，我没有钥匙。先跑再说。先上来。我去！干！不是，我们没找到钥匙啊。钥匙在哪？啊，干！妈的，这个没被了他抓到，我也是摔死。妈擦！这吗？不是啊！啊干！我一直没看到钥匙。到底钥匙在哪？
来弄他。这胖子，我真的是会被他笑死。钥匙啊，看起来不在这上面。哦，他这样爬不上去哦。哎呦，这招厉害，鱼尾之术。被蛇袭了。哦，看，原来有人哦。靠北，钥匙在这。这他老婆吧？是去上班是不是？我靠！我真的超大胆。我应该可以走吧。滚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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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水哦，水哦！水哦，哇，可以走走走走走走。喂，以防肚子饿，先吃啊！干买鸡啊，好嘞！公，要吃尿虾吧？啊？那这个拉不动啊！
啊，傻笑。这是傻笑。干。对啊，啊现在。原来是这样。现在要挡吗？挡。知道了，把这个弄上去楼下。这里有什么可以点吗？不行，要从这里过。我靠！哎呀，小陶瓷啊！碎碎碎碎碎！干！干！到底是我要怎么上来啊？干，林老师，这怎么弄啊？干。干！这要上小，什么意思啊？是靠背啊！去啊！这哭不来吧？放这里，我觉得他这里这个只是点灯而已。应该是要去楼下。关联墙啊！这个他妈的，这样只能做两条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
香肠那么难灌啊，那又弄了一大坨落下来欸。我两块肉下去欸，这还那么难弄啊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觉得这应该不太可能。这应该还可以再做两根出来吧，我觉得。不对不对。对啊，他那一块还在上面欸。好，紧绷啊。碎碎碎碎碎。干你的嘞，成功。点灯。